của mình.前方高冷可爱来袭，为什么这个不要了呢？为什么要坐这样的车？为什么穿粉色的衣服？为什么要吹一下？为啥呀？哎，为什么不直接去运动呢？为什么要买这些就是花里胡哨的东西？对，为什么两位的肤色差那么多？为什么叫洛阳铲？为什么猪呢？为啥不吃香菜？香菜多好吃。情话想说给耳朵听，怎么让眼睛动了情？对你真好，对你真好。可能夕阳沉江上，有人誓言不分，可能要去到大理才算爱的认真。Been reading books of old, the legends and the myths. Achilles and his gold, Achilles and his gifts. Spider-Man's control, a Batman where he fits. Clearly I don't see myself upon the list. She said, where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 bliss,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k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Oh,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开始不是都一直在抢那个包吗？我觉得这个落点有时候有点落的不是特别好。我只记得打开之后，但是现在是对自己打开，打开完之后发现不是如此。他们本来的 A 是打开宝箱找到了 A， 大家可能想象到最后宝箱没挂就好了。你身上这个东西，一辈子都去不掉。你也知道，他一辈子忘不了。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太远。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我有三个兄弟都演戏。
你是一个女生。雀酌酒，很专业是不是？好像没有听说过。这个确实是我也是今天特别了解到了古法雀酌酒。你猜猜看它是什么意思？麻雀的雀，啄木鸟的啄，雀酌啊，雀酌酒，一种我们很古老的一个古法。字面意思？字面意思是什么？应该就像麻雀它啄食的话就会这样上一下，一上一下啊。对，字面意思回答得很。我真的爱你。